你们想干什么了？啊？看好，不是现在是国难当头，你们赵薇这样的，怎么跟侄女做表率？啊？你们都没家人吗？年龄都比我大，口罩不戴口罩，聚众赌博，现在疫情讲得这么严重，你们这叫顶风作案，你们都是为人父母啊，甚至做爷爷奶奶了，做什么榜样？你一个人有可能害你全家，害整个社会。前线医务人员啊，你在冒着生命危险，有多少医务人员倒下知不知道？